上直播画面中可以看到，大清早天都还没亮，一间电动车门市顶楼不断冒出浓浓灰烟，还时不时传出爆炸声响，整条街因此烟雾弥漫。事发在今天清晨接近五点，位在高雄林雅居三多一路，这处加盖铁皮屋不明原因突然窜出火势，幸好就在对面12公尺左右的派出所员警发现异样，赶紧通报消防队救援。一楼的部分没有影响到，一楼部分没有影响，完全没有受伤。对，我们在项目消防对面，我们到达现场哦，迅速入室，马上就把火势给控制住了。啊，现在目前剩下一些飘飘的烟，我们目前正在做排烟，正在将它排烟，将烟。排出户外中。初步调查，现场是3楼铁皮加盖，12楼木造隔间燃烧杂物窜火，但幸好火势不到半小时就被顺利扑灭，也没有人受伤受困。但到底为什么会突然起火？详细原因还有待调查厘清。上掌握消息，主播。